但系我哋冇机会揾到医生喎、啊。你明白几捻卑微啊？我哋唔系嗰啲，我哋唔系嗰啲第四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国家，唔系嗰啲落后国家。我哋系马来西亚，我哋曾经系亚洲五小龙啊！我哋系好捻有钱嘅国家，就系俾呢班扑街搞捻到我哋今时今日咁样捻样啊！哦，所以咧一个俾依家去讲嘅嗱，打两支针啦，可以堂食啦，大佬帮帮手 ，OK？ 医院系一个问题，人民的智力都系另外一个问题。堂食呢一段时间，而家你问小弟，小弟帮你讲，今年谂都唔好谂啦，真系谂都唔好谂啦。仲记得二月、三月、四月，我哋华人吓、啊，我哋华人啊呢、这个偷偷地八啲吓，偷偷地聚会，死咗几多人，中咗几多人啊？仲记唔记得啊？所以堂食真系尽量唔好，就算佢开放俾你，都系唔好。啊、打包翻屋企，自己顾自己，好嘛 ？OK， 今日啊，我哋呢度落水，苏正华又啱啱又讲到啊，有一个暗啲又好似有病重，想话我哋去 check 一 check 嘅，可以，啊、所以今日我哋就啊 live 就比较短啲，就讲、啊、我主要系要讲个重点就系、是、再听多一次，依家确诊死亡个年纪已经越嚟越轻啊！唔再系六十岁、七十岁、八十岁，依家已经好多系五十岁、四十岁、三十岁、二十几岁都有。记得记得记得一样嘢，自己自己顾自己，一定要 check 你嘅血型吓，每三个钟 check 一次，确诊咗一定要 check。睇到唔对路，跌到八啊，跌到九十、九十一嘅时候，就要非常小心。一跌到九十九、八十九，有机会马上去医院。是有得救的，记得记得我讲呢句是有得救的啊，记得记得 ,ok, 好嘛，所以我重点讲晒啦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听清听楚，就算真係开放俾你打多两支针都好，打疫苗都好，打两支嘅，记得记得唔好搵朋友吹水，唔好聚餐，唔好聚会，好唔好 ?ok, 多谢晒，我哋继续开工。